我们要能够观察得出来啊，要能够体会得到啊，知道自己怎样去学习啊，他是我们的典型，是我们的模范。我过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居士非常谦虚。不以老师的身份呢来看我，他降下一等，以同学的身份来看我，他是印光法师的学生，他教我学印光法师，其实他的行持跟印光大师没有两样。自己的生活降低到最低的水平。李老居士一天吃一餐的。生活非常节俭。我跟他那个时代每一天生活费用2块钱台币。在那个时候每斤1块钱大概差不多换40块台币。他一个月生活费用每斤值1.5块。一天吃一餐。他的衣服都是穿了30-40年的。里面的内衣都是补补丁的。穿破了补起来再穿。袜子也是的。诸位现在到台中纪念馆里面看看他的遗物，你就晓得了，那是什么样的人。他能不能过好一点生活？能呢，他有钱呢。他是奉司官府的主任秘书，那个阶级很高啊。待遇也很厚啊，他用不完呢。他可以请几个人来照顾自己生活啊，住一个那么小的房子啊。那么他还兼了2个学校的教授啊，都有收入啊。他把他所有的收入，除了1个月60块钱生活费用之外，全都做了慈善公益事业。我看他一生呢，那不是作假的啊，念念为利益众生，念念呢想帮助社会啊，教学非常认真啊，讲经在台中38年，从来没有休息过。他也是天天讲啊，正式给大众讲经1个星期1次，星期三。每一天为台中联社莲友们讲开示，天天都有。台中莲友我在那个时候20万人。他们分成48个班。每一个班都几百人呢。每一个班每一个月跟老师见一次面啊，提出问题请老师解答，老师给他开示，所以他一个月只有30天呢。有些班数人数少的就后班，所以他天天要开会，天天要答复大众问题，天天要给大家讲开示啊，不辞辛劳，还要上班，还要教学，还有一些人生病找他看病，他的医术非常高明啊，所以通常有人要跟他见一次面，要1个星期以前约定时间，不约定时间，决定找不到他。
生活过得那么艰苦，那是我们的样子啊，一丝毫不敢浪费。我们今天是什么心智？是我们就连出家想往生，想不堕三恶道，很难啊。这些大善之士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，我们要效法，要学习，这一切是为大众啊！这个地方建立道场，为谁呀？为这个地方啊，不为我自己啊！我对于道场没有一丝毫留念之心呢。这个大家看出来啊，台湾道场你看一舍，通通舍掉，念头都没有啊。美国的道场也都舍掉了。此地你们如果不愿意我来啊，我这通通供养你们了，我就不会再来了啊。我过得很自在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积善修福啊。为大家做的是积善修福，为我自己做的造罪孽啊。这一些众生供养的钱啊，连国难们都晓得因果钱啊，我怎么敢用啊？佛门里面说的很好啊，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啊。那是讲你要还债，还债之前还要堕地狱变恶鬼，还受罪，罪受满了再变畜生来还债啊。你用的多，现在用的很自在，到还起来就不自在了，就够受了啊。所以我们怎么敢啊？印光法师信徒供养他的钱多，全部都印经书布施，做法布施。我一生学他。